爱子与佳子两位备受瞩目的皇室公主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在一次精心筹备的宫廷茶话会上，他们携手亮相，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茶话会上，两人身穿现代礼服，举止端庄大方，谈笑间既显姐妹情深。他们不仅共同品尝着精致的茶点，还就各种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，从宫廷礼仪到国际时事，无不涉猎。爱子的温婉与佳子的机智在这一场合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，他们相互补充，彼此映衬，使得整个茶话会充满了欢声笑语。这场宫廷茶话会不仅加深了爱子与佳子的情谊，也让人们看到了皇室成员之间和谐美好的一面，展现了皇室的温馨与亲和力。